南投市的亚南社区在南投市公所的推动之下，举办六零健康讲座的课程，由社区总干事吴丽芳来向长辈分享家己的经验，也来讲解投入社区学习的课程，希望会当建立长辈正确的六零生活方式，也鼓励老大人时常来社区学习，活出快乐的人生。自主的尊严就是啥？表示讲，咱今仔日免一工工，家己拢在厝。我还可以当出你活动。由社区总干事亲自向所有长辈讲解，在现在高龄化社会当中，要如何甲家里事实相处，而且活到有自信又搁快乐，并鼓励长辈都要加活出来到社区上课，让身体愈来愈健康，心情更加快乐。有时间就来遮啦，吼，来遮娱乐袂歹啦。身体更健康，更快乐。来这有没有交到更多的朋友啊？有啊，都认识大家，都去熟悉啊，很好。感觉讲来了真好啦，身体无好安尼吼，啊来干哪来这运动安尼吼，干哪袂歹啦。嘿啊，啊人伊伫食，啊搁这志工嘛拢真好安尼，真照顾安尼。这届六零健康工作课程是由南投市公所、台南南投市图书馆来推动举办，目的就是希望会当让长辈了解正确的六零生活方式，建立因对活到老而到老的观念。那我们这个讲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社区的里面他们都能够走出家庭，那到社区来参与社区的所有的活动。那目前社区的话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30到11:30，每天都安排不同的课程哈。那针对一些健康讲座啦哈，然后还有就是乐龄学习，以及的交通安全，还有我们很多的居家安全的宣导。那还有固定的有氧律动，好，那每天都安排得很精彩哈。那也在此也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市公所长期以来对社区的支持哈。透过讲座课程的举办，让长辈吸收知识，知影要如何健康老化，做一个快乐又够有智慧的老大人。记者都算差不多。